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狼。今天一个粉丝朋友，说要跟我见面，让我带他去拿一个 iPhone X2。等一下去市场上跟他见一面，看他怎么讲。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下午过来的，下午等了好久了。哎呀，对，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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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拿什么机子啊？今天拿个 X2。你之前不是用了一台 X2 吗？X2 好用，那个电池用的比较久。哦，现在要多少 G 的？那个256G 的吧。256G 的，等下去看一下，好像比以前降了一点。对，可以看一下今天。好吧，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嗯，好。绿色来。要什么颜色？颜色随便，我要便宜。哪有便宜？像啊，现在不是降价了吗？小花子有没有好一点的？那不是十二，那是十二。小花。小花有啊。这个电池好低啊，87以下。87可以了啦。我们几十多的。没有。都没有吗？718有紫色吗？没有。88。几十多的有没有？啊，都没有。小花就可能有。小花来，小花来给我。阿姐，这个屏幕也太花了吧！这哪里是小花机啊，这是大花了。还有没有好一点的？一波个洗还有没有好一点的？没有了，自己用的，自己用的。啊？这个自己用的。没有了。这个我讲有的在播了，要做一个广告。找不到我去了。刚才那几个地方没有看到，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去看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。他说电池太低。这可以，这个。这个90。这小花的多少？对，你看这个电容里面有没有那个水印？好，90以上的没有，没有水印。电池也看一下电池。可以。这里面没有灰。那你拿这个吗？放到里面看。几天？4天？怎么着？把钱付给他就行了。阿姐贴个标吧，来贴个吧。有标。好了。没有。你这个还要不要改创卡？要。啊，要。那就改创卡吧。你把这个面容也把它推一下，面容。要划不来，你这地方它划不出来的。来 ，F 看一下，来过来。你真变了，我操！来，让他坐着。报告，年级报告。OK。好了，年级报告 OK。改一个创卡多少钱？没有啊，改个创卡。XR 的。对。XR 的是不是？对。XR 的，那个吧。啊。40块，这么贵。买个的10几20块，买个卡，那个双卡了。30不是30吗？那么占你10块钱了，至少占20块钱。买个的20双卡了。你现在把它退一下，刚刚改好双卡了。好屏幕，再把屏幕退一下，好屏幕。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可以了。你这个标，你现在暂时不要把它撕了，你回去试哈。啊，我回去试一下。试好了以后，你再把这个标撕了。贴的屏幕没有问题，再撕了。不然的话，平时的万一有问题的话，他不会给你换的。好的，行，好。谢谢啊。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有事找我，拜拜。跟这个粉丝朋友认识了3年的时间，今天带他拿到心仪的机器，他也挺高兴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